咁啊，今次係其實大哥係幫到我好多喺演繹呢一個角色方面。大哥真係好俾心機去設計我呢個角色啊，啲動作啊。因為佢北方人嗰個感覺咧，佢想出嚟係粗豪啲嘅，粗豪得嚟佢係有另一就幾有特色嘅。所以打起上嚟咧，就同一般我平時練開，就算起腳嗰啲動作都完全唔同嘅，全部都擺曬一啲嗰啲古拳姿勢。我開始都唔係好習慣，所以之前一上嚟都要 train 咗好耐啦。我覺得葉偉俊導演係好嘢，就係佢揾到好多啲細節嘅位置，係好過癮嘅，即係一啲家庭嘅嘢。咁甚至就算我嗰邊啊，同我幾個即係北方兄弟啊咁樣，都會有一啲細緻嘅嘢可以出到嚟啦。所以佢有都好多時都會提醒我啦，即係點樣去演繹個角色啊，可以幫到個角色再出啲咁樣。今次第一次同阿甄子丹合作咧，真係幾興奮嘅，因為始終。大家做咗咁多年即係動作戲咧，今日終於有機會大家一齊可以一齊打，係咯，身手真係好好，大家一定入戲院睇葉問。